连续做出封堵啊。而且今天比赛上半场这个攻防节奏速度太快了。小甘，哎呦哎呦，又一个倒钩啊！哇，没有那么多战术，就是打到你禁区里面，多简单啊！一脚长传，卡希尔争一下，对吧？卡希尔扛不住啊！这个就是防守没办法。这个球你第一落点不能控制住的话，第二落点想要再控制邓巴巴的话太难了。